那我今天回来了，烧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韩总监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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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好久不见，丽姐啊，小刘，你可回来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都想弄山哥吧，请长假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先去工作，我找玉总对一下下面工作啊。哎，不不，别去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个，您不是刚回来吗？我这边比较需要您。怎么着？几天不见都不能自己好好工作了？工作去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好，谢谢玉总。清真啊，只要你好好干，玉总以后一定送你一个更好的。没事儿，我就来打个招呼，你们继续吧。玉总，那我先去修改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哎，让我来。彭毅回来了，玉总和刑侦是不是该散了？我看唐丽是该让位了，玉总和刑侦这两天进展的真神速啊！听说前两天玉总谈项目都带着刑侦呢，看来是要把刑侦扶上位了呢。哎，唐丽多可惜呀，跟着玉总这么些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吧。不过男人也是喜新厌旧。走吧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导演还没叫呢，你先喘口气啊。开路了。大家先过去吧。耳朵，你快点！你平时不是不迟到的吗？今天怎么了？快！大家集中精神，这场戏很重要。好，开始。真的，我们真的来到决赛了。嗯，千灵，你的梦想快要实现了。伙伴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路走到这里。走了，走了。我还想热血感动一下呢。江江，你紧张吗？当然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进入决赛。我昨晚一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脑海里就不断的回忆我们走过来的种种。停，菲尔多，最后一句是断句，断在回忆。啊，再来一遍。昨天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在脑海里不。昨天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脑海里不停的回忆，我们一路走来的种种。看来你真的紧张了。你在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在我们休息室做什么？没干嘛，就是走错了。走错了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不进来啊？千灵，他有问题。千灵，他在搞鬼。耳朵，声音稍微弱一点，再来一遍。多可惜，这房间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你们不是？来了，这怎么和现在两个这么接近呢？还有事啊？太可惜了。你，我要请假。你不是刚出院吗？还没养好。那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再陪你去医院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去。好吧，我最近谈项目也忙。